现在辣妈大赛正在微博如火如荼的举行中。原本以为生了孩子后状态保持的年轻就算辣妈，可不慎点入才知道，如今的辣妈已经在比谁岁数小的思路上拉不回头。95年的、97年的，明明自己还是孩子，却已经早早的喜当妈。不少网友都在热切的关心：你和孩子都是未成年，孩子他爹放出来没有？其实，不管岁数大或小，辣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人生追求。小编心目中超辣的辣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全国人民血脉喷张的老干妈。Too much.